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1005年5月2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，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，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，修持不动佛仪轨，恭诵月藏经吉祥文，恭请湛信法师领众。联络电话06271661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、量体温。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前夕，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恭送普门品，持诵49遍大悲咒，恭请湛山法师领众。日期3月19日星期六下午2点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。0722123230722123。当日备有寿桃与寿面与信众结缘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我到台湾来，这一次来啊，到今天才见着太阳。台北就一直在阴晴当中，天天下雨。那么今天呢，仗着大家的福德智慧，那么天都出了太阳了，你看太阳很大。刮风下雨，现在科学家可以能够以科学仪器知道，但是我们人类生病他能知道吗？或者找医院检查，说一掀就知道了，那你要生病，人的死亡寿命长短能知道吗？还有为什么人有穷的有富有的，有很年轻就死了，像我这个年龄
这94岁了还不死呢，你能知道吗？贫富瘦腰，你能给他断定了吗？你能知道吗？谁也断定不了。为什么？人类，你所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，来断定你自己的寿命长短；你自己做的事情，来断定你贫富瘦腰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因为啊，我们只能看见现在，不能看到过去，你也看不到未来，没这个智慧。在我们佛教讲，叫学这种智慧。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平等，为什么？贫富瘦腰不平等啊，应该都一样，因为他做的不同，个人做的业不同，你自己做的业自己受，平等吧。咱们经常说话，自作自受，不羡慕别人，他是他做的，你是你做的。这个学习像什么学习呢？这你得向佛陀学习。佛跟我们说的这些方法，就他是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彻底觉悟的人。那我们学他的方法，我也能够觉悟。佛教一直讲因果，就是自己造的因，结的果，那你就自己受。不要羡慕别人，你自己去做就好了。而你做好事儿，得好报，这是世间常说的；你做坏事儿就有坏报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没报，没报时候没到，到时候就报了。前生做的，前生没有报，今生报了。过去在我们佛教有几句话啊，夫妻。两夫妇是缘分，有恶缘有善缘，没有缘聚不到一起。现在的缘呢很短很短啊，说离婚难件很多，离婚难件很多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那个缘，没有那个缘。儿女是你欠人家的，人家欠你的，说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例如这些事儿啊，在佛教故事里头，特别地藏菩萨圣德大观有这么一本书啊，努一大师记，那个努一大师跟那个弘一法师记述历代祖师所记的，叫极地圣德大观，就是说这些个因果报应，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感应吧，感应。说你自己做什么，你就受什么，这平等吧。佛教是讲因果的，但是你学佛了，第一个能进入的，你也能相信的，就讲因果报应。讲因果要报应的含义。就是让你看一切事物平等平等，因此呢，你多做好事儿，别做坏事儿。教育人，每个人说信佛，信佛的目的是什么？解决困难啊！佛法是能给你解决困难，但是不是现在。是我现在就求解决困难，能做到不能做到呢？也能做到，但是你得付出，没有付出啊，没得好果不会来的了。人家看见摩那和尚，第一个
吃素，他不伤害众生，那别人就不伤害他了。这个大家懂吗？你不伤害别人，别人不会伤害你。那是畜生，畜生会变人，人也会变畜生。六道轮回，轮是转的，旋转的意思。旋转是天生你吃他，再来生他就吃你，一样的。因此佛教第一个就讲的相信因果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